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李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楼。哪个主动强调人家倒吗？倒吗？倒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出来唯一一天呐、最早的一次，然后现在10:40多，我们平时没有两三点是不出门的，今天要拍两边，第一位他们也下来，然后顺便有接这个 vlog 呢，也顺便问一下他们 YouTube 啦，做将久啦，他们总共做的收入大概有多少？至于在我隔壁这一个呢，不是我们最熟的，我们肯定是后面才问的，他们那些比较少接触，我们肯定要去访问访问他们一下。现在我开场领件，你们不要介意啦，太着急了，整个人有点分分离这样哦。因为太着急了，所以他太倦了，今天太倦了，所以你们要屌他。没有嘞 ，Jam 是我们的风格嘛，是不是？妈的，等下给他们屌啊，不 Jam 掉，我们不是看不惯。有道理哦。好啦，呀，有什么在拍啊？来，哎、hey ，我要问你一些东西，反正我们认识这样久了吗？我们有话直接讲啊。哎、欸。你做 YouTube 啦，到现在有多久？3年了。觉得这一路来走来会辛苦吗？会啊，还要有灵动。哎，这肯定的嘛。这你问的问题很官方。很官方啊，听听你嘞，听清楚啊。你 YouTube 赚过的总收入有多少？等一下。OK 啊，麻痹啊，麻痹啊，一年的话有30K、哦。你懂你为什么你一年只有30K 吗？一样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知道，刚才真你，妈的！你看到吗？一年30K，对啊，30-40K看起来很多。你有时候你要拍，你要出个东西，就像那时候电脑出问题，相机出问题，你要弄这个弄那个，给到来修到来，攻这个攻那个，30K 一下子就没有掉了。官方哎，不这样子，没有不习惯。我是看那种官方的拍法，你懂吗？官方讲话不像，他不跟你讲话的。哦 ，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去看我们拍摄了 ，Let's go。其实哦，等一下我叫你陪我，我们一起去刷他们。比如说有销量大牛，大牛这种东西。三个卡了。你懂哦，最厉害是这个，每天做很坏事哎。我们是硬的吗？所以跟你硬。妈呀，一天都没有。妈的，再硬把他刷我鸡蛋就了。哎，好久不见了喂。我们是要问你一些问题，我要看你回答了。Okay。你做 YouTube 脚这样大只哦，肯定啊。你做 YouTube 有多久了？怎么三零？是啊是啊，你可以回答我，别人在三零。妈的，他真的是还是没有变的，真的。做 YouTube 哎，我跟你讲，不串来烤肉哦。啊，好吃啊！不好意思，肯定啊。对对对，三轮，三轮。那你做 YouTube 多久了？有3年啊。三年里面呢，你是做 YouTube 大概什么多久？3年啊。300多万的吗？300多万，讲论吧，300多万，妈的，人家讲粉就讲粉，我三百多。别讲了，我是真的不懂。阿干阿干，我之前看的时候是 YouTube 的 view 啥？view 赚来的钱啊，应该是10,000美金啊。你懂你为什么你值得10,000美金吗？因为你够矮。啊？为什么我多矮就可以？因为你又矮，然后又整个脸量，所以你才拿了10,000美金吧？你这个是要让我们生气了。很多人讲我们很久没有通矿了吗？讲我们吵架，然后又讲我们吵架，呀，你们又讲没看到还以为要走车啊？你来，你来。你做 YouTube 做了多久？应该是4年了。你片没有人看的。最近有了，最近有了，最近不错一下了。对。你 YouTube 收过了收入啊？你记得你收过多少钱？其实真的很夸张少的。我们讲5个月啦，不要讲一年啦，200。我们讲500了，500 for 5个月。五个月。你想一下啦。你懂说你5个月还这样直播吗？不懂。因为这个零量有点。哦。我还是继续拍片。没事没事，其实我要表达的一个东西是，其实做一个不容易啊。那是真的。你们以为我们那种做这做都是来很像YouTube 可以给到很多钱的，我们需要靠业配这样子，然后完全是把 YouTube 当成是一个生意来做了，要去想办法怎样去继续经营，因为你要经营你要有钱嘛。所以我们一起加油啦哈，加油啊，加油加油啊！现在这一位是。小梁，喂，然后小梁的 vlog， 没有听讲啊，做影片没有人看，对，有人看，我一直都，哎，我同时没人看，多没多没有，就是现在连有多没多都没人看，所以讲多没多下又不够力啊，我们都本来都不够力嘛，我不懂啊，他讲啊，他自己讲的，多没多够力嘛，够力啊，没有。我要讲完，够力啊！够力个毛啊 ！OK， 是不是？你们自己
对，我不懂他们两个计较，我两个没有讲话。想认真的啦，自从做 YouTube 过，你出去外面会有人认得你，就有这种感觉吧，两只。哦。哎，怎样，然后你就很开心，这样有人记得你，可是其实也是很短暂的啦。其实你做 YouTube 大概都有多久啊？算过吗？两三年有啊，三年有收吧。这样子你 YouTube 总收入？我没有，完全没有算总收入，我是看一个月两百多三百个左右，才40影片。可是我是拍出去了啦，你看我只拍过吧，我没有什么拍过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你每一个月就只有两三百块吗？因为我不红，不红就矮。没有，你们要看一下 YouTube 不好做啊，不要做 YouTube 啊，那每次那边 IG 那边就 UNDG 每次都要问人家圣诞节不要送手表啦，你不要出一个 UNDG 的牌子，我讲了，拍挑战了啦，变啦，这边啦 ，OK， 我能牛哥，哎，牛哥好，牛哥好，懂吗？我这边身边很多人很喜欢你，哦，真的没？男的还是女的？男女都有。做 YouTube 大概有多久啊？我的耳靠是2016年注册的，真正开始拍应该是三年前。你觉得好做吗？YouTube不好做啊，不好做，肯定是不好做，因为是跟普通打工是一样的东西来的，都是做好才有的，劳力工嘛，都是劳力工。你 YouTube 总收入，你阿哥算到你有收入多少钱吗？没有哎，总收入我没有。总收入没有算到吗？阿哥每一个月大概平均，如果真的要讲平均来讲，应该是3000块，3000-4000块吧。你知道你为什么你会只收3000-4000块吗？对没？因为太瘦了，哎呀，又瘦又高，长颈鹿啊，啥？哦，又高，这你讲的全部都是好处。不，都是长出来的。我刚才想到，我想到他有出来，我真的不懂他讲啥呀，懂吗？什么？妈的，他高我又矮。又是不肥。算了，那个鞋子我都今天买那种矮矮的鞋了。算了，妈的，追不到反了，我被打。现在还有剩下最后一位，我们的 Yugi 狗狗还没有问到他。你做 YouTube 啦，做了几年了？差不多有4年哦。做了4年里面 ，OK， 你觉得 YouTube 这条路好走吗？纯粹是因为兴趣才会走到现在啊。OK， 你 YouTube 的总收入？差不多整。换马币啊！我讲马币 ，OK， 应该有7-8万哦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原因？你100多K， 4年里面只有7-8万吗？因为不够红。啊，你知道就好，又不够红，拍影片又难看，对，人就长得像脸一样。对哦，我已经在反省了。还没有拿色嘞，小人。啊，不过今天一整天呢，其实就只有纯粹想要就问总收入啊，顺便也弄他们酸一下他们哦。还有一个人，我是想问，艾伟 ，OK， 我想问一下你啦，做 YouTube 啦，你要 target。以后你一个月你要赚多少？平均啊，我希望会有5-6千吧，每个月。我对我自己要求不会这样高先啊，太高哦，然后等下我会失望更高。啊，讲到好像没有人对他失望这样，讲到影片这样好看这样，人家现在。你们看我拍完影片，现在跟我讲好不好？对啊，订阅一下啊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到这边，你们喜欢的话订阅再分享，还有订阅我们友谊、小杨跟艾薇。OK， 我们明天。快点，不懂会不会明天是后天啊？那不知道，总之很难一天一步好了。总之，最迟2天一步了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